你好，我叫杨芬芬，我来自中国。你好，我叫李明，我来自日本。你好，我叫杨芬芬，我来自中国。你好，我叫李明，我来自日本。你好，我叫 Christina， 我来自德国。你好，我叫 Tom， 我来自美国。你好，我叫 Christina， 我来自德国。你好，我叫 Tom， 我来自美国。你好，我叫 Amadeep， 我来自印度。你好，我叫 Alexandro， 我来自西班牙。你好，我叫 Amadeep， 我来自印度。你好，我叫 Alexandro， 我来自西班牙。您好。你好，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？我想注册我的学籍卡。好的，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明。您的出生日期是什么？我的出生日期是1986年8月9号。您住在哪个城市？我住在北京市。您的具体地址请告诉我一下。我的具体地址是北京市清华园城府路1号。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的电话号码是18763214957。您来自哪个国家？我来自日本。您说哪种语言？我说日语和英语。我叫张杰，张是我的姓，杰是我的名。我叫李明，李是我的姓，明是我的名。我叫王莎莎，王是我的姓，莎莎是我的名。我叫赵一博，赵是我的姓，一博是我的名。我的出生日期是1988年9月18日。我的出生日期是1990年10月7日。我的出生日期是1995年3月11日。我的出生日期是1984年11月19日。我住在北京市。我住在上海市。我住在西安市。我住在广州市。我的具体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城府路107号。我的具体地址是上海市静安区长虹路5号。我的具体地址是西安市碑林区太白路17号。我的具体地址是广州市白云区宝沙路17号。我的电话号码是18810646321。我的电话号码是15964318972。我的电话号码是15909192439。我的电话号码是13836794762。我说英语。我说日语。我说韩语。我说德语。我说法语和意大利语。我说丹麦语和西班牙语。你好，我叫杨芬芬，我来自中国，今年我32岁了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我有一个儿子，我现在是一名教师。你好，我叫李明，我来自日本，今年30岁，目前单身，我是一名艺术工作者。你好，我叫李丹，我来自德国，今年我18岁了，我家里有3口人，我的爸爸是一名警察，我的妈妈是一名记者，我现在在清华大学读书。你好，我叫赵一博，我来自荷兰，今年27岁，我刚工作不久，
在一家外贸公司做销售员。去年我刚结婚，还没有孩子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